好，我们现在欢迎六年七班的燕恩。来，燕恩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七班的庄燕恩。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兴趣呢？嗯，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我看你的简报上面放了很多剪刀啊、笔啊、量角器啊。你平常是很喜欢美劳吗？是不是？没有。还是什么？你看这个封面设计的蛮漂亮的，是从网络上找的。对啊。蛮好看的。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会遇到这些东西，美劳课就是剪刀，然后数学课最近会使用量角器。量角器，所以这就是代表你在学校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嗯。都遇到这些工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平常没有特别的兴趣？没有，打电动、看韩剧、聊天，没有，还是打人？没有打人、啊。好 ，OK， 再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、哦、你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小六生活嘛？那这个是什么事情？我们班呢，是在校庆的时候，就很开心，然后也被放到校长上面。哦，这是你们班的校庆，我们班看起来都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嗯、哦，你们老师这一张特别酷哦，超级团结、哦，你会觉得他很酷。嗯，还好。OK， 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自己办的、哦，学生自己办的圣诞节活动。圣诞节活动，交换礼物吗？对啊。这是你带来的礼物。这是我被换到的礼物。那你换到的礼物是什么？嗯，里面是一颗心智球。那你喜欢这个礼物吗？蛮喜欢的。那你送出去的礼物是什么？秘密啊，不能讲。但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谁送的礼物吗？不知道。哦、好 ，OK。再来这个。这个、哦、是我们老师帮我们就是争取到出去外面游行活动的照片。为什么要去游行？这个哇，你们是扮成动物是不是？对啊，为了讲求动物的权利出去游行。你们是扮成老虎哦？对啊。哦，讲求动物的权利，就是保育动物的概念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你们还要化脸上还有化妆哦，好帅，哇，很棒哦。那这个是你们避旅一个地方哦，在这照片后面的背景还蛮漂亮的。对啊。你们班的脸为什么都画成小丑的样子？因为我们在车上玩游戏，然后全部人都为了玩游戏，然后。输了画脸，输了画脸，玩这个吴林俊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画成这样子，他被老师整了，被老师二整就对了。那你呢？你在哪里？我在那里。哎、欸，你也有被画哦，画成小丑，对不对？哦，几乎全部人都有被画到。好、嗯，好，再来，这个是晚上的那个萤火晚会。萤火晚会，那你有上去跳舞吗？有啊。好，那这个藏在某个地方。这个是刚才。的靖伦嘛，靖伦、嗯啊，靖伦平常感觉很害羞，那但是我们到那个萤火晚会，整个全部六年级完全解放，完全解放，对啊，没有压力，狂嗨就对了，对啊，好是，那再来的话，你就要说你要毕业了，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，或者对啊，什么感想，六年快乐的时光，这应该是我的感想吧，因为我觉得。六年很快，一眨眼就过了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却能在这边北门国小可以遇见，很特别。好，所以你跟你们班的感情都很好，就也很爱你们班。算是啊，对，因为我感觉你们班真的非常融情，非常的融洽的，不会有什么很少看到争吵。嗯，真的蛮少的。真的。好，而且我们班在某些奇怪的时间会特别团结。特别团结，有比赛的时候。嗯。好，那你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那你对你们老师有没有想说的话？没有。你们老师感觉蛮用心的，在带你们的。那你们对你们班的同学，以后就看不到了。这个团结的班级，以后就要各奔东西了，上不同的国中、不同的班级了。嗯。你还想对他们说什么话？就是如果能的话，希望还可以再遇见。再遇见就对。好，那你有什么梦想？未来毕业了，就要迈入新的里程了。好像也还没有。想做什么事情？你又如果想，想不到哎、欸，还目前还想不到就对了。嗯、好，那祝你在新的国中生活也能很顺利，也能结交到目前像这么棒的班级，认识这么多好朋友。好，嗯、好，谢谢，因为谢谢。